Hello， 各位观众晚安。那来到我们公主连结抽卡时间，那这次的话是一个 3.5 周年的一个抽卡。那这次的 UP 角呢是我们的常驻角色泳装千哥。啊，这次呢不仅有免费实抽之外，啊，这次的几率高达 1.4%， 真是可怕。好了，那也祝福各位可以在这边的时候把很多常驻角给歪出来，然后在我们下个月的时候呢，还有机会可以抽到我们的初音加小刊这个限定角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挑战100抽，把角色给蹦出来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泳装呢，一个都不能少啊。1.4%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 1.4% 这么高，然后红帮这么多，好奇怪哦！你们是不是对那个几率学还不太了解？你们再想一下，怎么可能抽不到？好好的思考一下。但突然想起来，算起前面40加起来，你也把保底了4次。因为是你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不是欸，三星两倍，哈！啊，现在到站消失了，剧透也消失了。哎，这个时候来天使，耶！守护这个夏天，哇哦！但我个人对他的绷带不太满意，感觉有点凌乱。这种绑法比较适合去万圣节。今年是不是很哦？不是我哦，是这个 1.4% 太佛心了。好啦，接下来每天按一下，那就可以帮你的明年省觅食，真的舒服。 OK， 人体技能主能都是偏这个提升双防的能力，或许在高阶段的时候会有一个战略价值。啊，常驻很香啊，喜欢就抽。啊，如果不喜欢呢，也可以考虑把石头留给后面的凡希，或者是小刊加初音这种限定角，都是可以慢慢存的。啊，最近呢，我们还有这个特别活动要打我们的军团，打军团。那现在我们的伺服器告急中。希望大家可以踊跃上线，然后把你的次数给花完。好了，我是聂宝，祝福各位可以在这次的10欧洲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耶、yeah! ！